大叔给了咱们这一块方巾，这个游戏呢是这样啊，怎么能够在这个方巾上站更多的人啊，这有效区域真的很小啊。谁愿意来主导这个游戏？郭尔乐，你觉得在你的指挥下能站多少个小朋友？11个吧。11个，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个子小一点的小朋友先上来。对，2个。好的。好。那边那个黄衣服的小姑娘，麻烦您。可以。来看一下。右脚，您右脚这样，是两旋脚掌，然后这个脚抬起来，你抓住她的脚后跟。你来抓住她脚后跟。抓住，抱住，抱住，两只手，两只手，一只手，哎呀，都行。然后你来，你先等等。你别抬，哎哎，别闹，别。OK， 三个人。先这样，先把脚后跟抓起来。气死了！要是不抓脚后跟，自己单腿能站住。单腿能站住也行。单腿能站住也可以。哎，我抓。你的哪只脚你都出来了，你看。所以往上排了几个人？2个、3个、4个。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人，8个人。我觉得这掌声还是送给郭尔乐吧，能站上8个小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刚才你们围的那个圈特别好，就刚才坐椅子那个，还围成这样的圈，来，考验你们的鞋大小的时候来了，跟我学，所有人把半个脚掌踩在这儿，互相抱着，来，搂着肩膀。3、2、1，抬脚，翘脚尖，预备。踩左脚，抬右脚，预备。3、2、1，起。哎呦呵。对，还是要团结，互相借力，明白吧？嗯。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鞠萍姐姐。